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 Pan。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回到来 Mario Kart This， 这个是 Pokemon Black 2。OK， 我说错话了，我说到 Mario Kart 去。好了，我们回到来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口袋妖怪黑二，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嗯哼，然后现在是夏天了，我们现在是在夏天，然后飞云市，我们在飞云市。我们上次已经探索完了整个飞云市了，对吧？我们已经探索完了整个飞云市，已经探索到我整个人都要崩溃掉了，真的是想要杀人了。整个飞云市真的是大到很离谱。好了，我们离开这里，离开这个。OK， 我们在原来我们在宝可梦深圳里面待了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而且现在才8:56，为什么会变突然就变晚上了？哎，我的天哪，我的时间系统是这个游戏的时间系统是不是设计的有点离谱啊？我才在里面一下子就突然间变晚上了，而且还变了秋天。好了，他说我们要去下水道啦，他叫我们去下水道找我们的那个等离子团。去寻找他们的踪迹，所以我们来到了下水道。Oh my god， 这是什么鬼下水道 ？Hi Pan，Carol， 你要变得更强。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和他们对抗。没事的，精灵我会负责恢复的。拜托啦 ，Carol。啊，你要怎么？你要干嘛 ？OK， 那么快去找等离子团吧。哦，他跟着我啦 OK， 跟 Pokemon Diamond 一模一样。就是没有脑的家伙要跟着我。其实如果是遇到如果 Pan 跟着我的话，是一个非常好训一个非常棒的训练 Pokemon 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会负责 restore 你的 HP， 他会负责恢复你，所以你每一场都是最好的战斗状态。而且你遇到的是两只 Wild Pokemon， 所以两只如果你打败两只的话，你就可以拿到两只 Pokemon 的经验，一次过拿到两只 Pokemon 的经验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哦，对了，他是怀生态，我忘记了，哈哈，我忘记了，对他没有效。哎呦，好像很强哦。泥攻击啊 ，What the hell？ 我中毒了吗？我真的中毒了 ，Fuck you！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 Pan 等下会帮我们恢复 HP 的，所以我们不用一直跑去 Pokemon Center。哦，好像很强哦，妙妙猪！早知道我选妙妙猪就好了，哈哈，好像很强的样子。拜拜。我们的手臂现在是多少 level 了 ？OK， 看到吗？我们的 TF 已经恢复了正常 HP， 这个就是拜我们的 Pan 的功劳了。每次战斗结束过后，我们的宝哥们就会恢复 HP 了。这里不能过去。哇，他的下水道，他的下水道比我想象中还好。我以为会一直很多猪 bat， 很多那些鸡，很多那些猪 bat， 可是还好啦，不会说太多。好了，我不想再打那些 wild Pokemon 了。虽然说是可以增加他们的，可以是一个很好训练他们的场所，可是真的来了，猪 bat 真的出现了。OK。超音符，要不要打打看啊？这两只东西好像是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的第一次遇到猪呗，打打看算了。你可以不要变圆吗？不要变圆好吗 ？Oh my god， 它的翅膀攻击对我们两个都非常有效。我的是
我是 Grass Type， 他是他 TF 是 Grass Type， 喵喵猪是 Fighting Type， 对我们两个都非常有效，非常的惨。哦 ，One Hit KO。啊，痛痛痛 ！What the hell？ 命中要害一 HP， 哇 ！Pokemon 的 Pokemon Black Two 真的是好人啊，还剩我一 HP 这么好吗 ？The fuck！ What the fuck？ OK， 好了，我们赢了一 HP 啊，超神奇的东西。哦，说 B 十七 level 很棒很棒，说 B 十七 level 了。我们现在才有两只 Pokemon， 所以这两只 Pokemon 都是我的心肝宝贝，要好好的保护他们。Hello Red Dada， 还有 Zubat， 这里都是一个 Red Dada Zubat， 还有我们的那个秋泥的一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世界。算了，我决定我要用 Rebel。我决定我要用 Rebel 了 ，Rebel Re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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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el， 我放去哪里了 Rebel？ 我忘记 Rebel 的中文名叫什么了，怎么办？哦，这个驱虫喷雾剂，原来叫做驱虫啊。OK， Rebel OK， 用了 Rebel 之后，我们就不会遇到太多的 Pokemon 了。One Go， 嘿、hey ，你们在这里吗？你们以为我看不到你们啊？喂，你们是什么人？等离子团这些坏蛋，等离子团什么？别随便把别人当坏人，也别妨碍我们的解放精灵。闭嘴！什么解放精灵？你们只不过是单纯的精灵盗贼，而且还将抢来的精灵当做道具一般。你好烦啊！把你们的精灵也交出来。上把 K 肉，好智障的对话，好智障的对话怎么办？而且是 double battle 啊！黑眼镜、滑头小子，他们的名字真的是很搞笑啊！哈哈。OK， 有黑眼镜，黑眼镜是 Ground Type 的，所以我们用绿叶旋风直接给他死掉算了。哪里？哎呦！哎，黑眼镜应该不是 Ground Type 的话，如果是因为喵喵主用 Fire Type Move， 对黑眼镜是。Normal effective 的，所以他应该不是 ground type 吧。Ouch！ 妈的，命中要害还打不死的我。耶、yeah. ！我已经输够了啊！这个强烈的精灵完全没用，傻害了他们，真的是太搞笑了。这些家伙很强啊！算了，需要的精灵已经到手了，先撤吧。哇，你从我直接从我前面撤掉，可恶！跑的倒是和碳碳鼠一样快，是你跑得慢好不好？你看着人家跑掉，你不阻止人家，你真的是好笑，而且是直接从你面前跑掉的那一种，你真的是好笑。好，去里面找找吧，可能还有他们的同伙，没有这个必要了。阿伯，你是慢流 ，Pan， 你莫非就是道馆首领雅提先生？这是这个道这里的飞云寺的道馆吗？啊，是啊，我是雅琪，前面我看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是吗？是啊，等离子团我也有在防范的，你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下水道毕竟不是一个可以久留的地方，是吗？雅琪其实他们道馆首领在两年前和等离子团战斗过啊，刚刚谢谢了，这个给你，给我什么？
怪力，怪力是什么鬼东西？走掉了，那边的就是你，又是谁呀？妈了，这么多个人，你在面对等离子团的时候激发出了搭档精灵的能力，非常精彩，很好，实在是太好看了，很有意思，原来如此。哪里？刚才那是谁？算了，你有什么打算？继续留在这里锻炼精灵也可以，或者来挑战我的道馆也行。那么再见了。哎呦，去挑战他的道馆哦。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宝可梦还不够他打，我们的宝可梦才两只罢了，一直跳一直手臂，两只都还很堕落，肯定不够他打了。而且我们的手臂好像还很，我们的手臂还太软了，他根本什么都做不到。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去手扶多一只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不要去手扶多一只好。这个不是球来的吗？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过不去了呢 ？What the fuck？ 不是桥来的吗？那个？哇，古代密道。哎呦，这些好像是会跟我战斗的人嘞，我有点害怕。我们先下去探索完下面先，我们再上去战斗了。这集我们就只是在下水道还有那个什么所谓的古代密道里面探险就算了，不要去其他地方了。这里是哪里？哦，飞云寺的隐藏地方吗？这里是飞云的起始之地，好像就是这里了。奇迹种子，哦，来到了这种鬼地方，什么鬼东西？哦，还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通过的啦，切！还有很多地方是过不去的。啊，你要战斗，来吧！等你好久了，扫除意外的很费体力啊。就是说，大叔在扫除的同时也在锻炼精灵啊。你是清洁工人吗？哼，你真的是清洁工人，在下水道里面做清洁工作，真的是好可怜哦，小约克。没有打中啊！你开什么玩笑？没有打中。哦 ，TF 20 level 了，好棒！寄生种子，哦，寄生种子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在面对一些比较非常长久的一些战斗的时候，用寄生种子是很好的选择。破破袋是什么来的？破破袋是什么鬼垃圾？为什么你们的名字这么好笑呢？这是什么来的？What the hell is this？ 这次看样子感觉上它是 Poison 态。Poison 态的话，我们还是换去 Sobby 啦。Sobby 很久没有上场了，换 Sobby 啦。可怜的 Sobby 啊，好久没有用你了。哦 ，Toxic Spike。如果我们现在换 Pokemon 的话，我们的下一只 Pokemon 就会中毒了。直接用定时波。Paralyze， 然后再用充电 ，Charge， 哇，好帅！还好啦，不会很帅。哎，Hello， 很大胆哦，你现在电击。喂，你烧我的手臂，你好大胆，你他妈的，你可以不要烧了吗？还烧这么多次，好可恶啊！你这个人真的是，他
太可恶了！哦，说必是18 level。好了，我们又赢掉了。然后，这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好乱啊！这里我真的会迷路掉哎，很多都是不能过的地方。你是马流？下水道对于人类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精灵又如何？一边听我说，一边决一胜负吧。好，我听你吹，我听你吹，请你告诉我是什么东西。搬运小将哦，搬运小将啊，直接用烈血旋风给你死了。哦，你用克制啊。正在克制自己，不要这样麻烦啦，别再克制自己了。好了，这里有个 items。我的天哪，我真的会迷路掉。迷路的话不要怪我，小珍珠。哦，这里上不了。哇，好长啊，这条路真的是浪费我的 rebel 一大，我的 rebel 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个了，我要快浪费完了。所以这下面已经没有东西了，这个是桥吗？这个不是桥来的。OK， 这里下面呢？这下面是石路。OK， 哎，有路有路。一个 item， 特防增强。全部石路，好棒棒。全部死路来了 ，OK， 我不要用了，我的 rebel 真的要用光光了。我们先回去一下，回 Pokemon Center 一趟，然后再来探索吧。我还记得路吗？哎，我忘记怎样回去了，谁了？怎样回了？我们那里用了多少罐了？快要用完了，要去买过了，不然的话就 GG 了。OK， 回去了。幸好没有一回到来又是冬天，来到冬天。哎，爱丽丝，你的朋友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下水道没事吧？话说之后怎么办？这下水道见到道馆首领雅提了吧？去精灵道馆比试比试也不错，面对通过对战，精灵会更加了解你这个训练师。好啦，我们先去 Pokemon Center 一趟。买东西，我们要买一些哦，还有，我们还剩下一个罢了，多么可怜，剩下一个，买15个好了，15个，反正我们钱很多了现在。哦，然后一个传动绳一个，传动绳是 escape rope， 就是你在山洞里面的话，只要用一下传动绳，你就可以直接出来了。非常棒，就不用怕迷路掉了。解冻药啊，解冻药这些我们没有，烫伤、烧伤一个啦。这些买一个好了。解麻药，解毒药比较重要。OK， 解毒药有很好。好了，就这样，没事了。那么我们现在去我们
我们下去下面那个下水道的。哎，等等等，我为什么跑进去？为什么跑进去？怎么一回事？下水道的这个。最可怜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下水道里面用脚踏车，好可怜啊！怎么会这样 ？OK， 我们去这里探险了。我们就去了这里探险之后，我们再去挑战我们的道馆了，不会迟的。所以这里的人应该也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Hello， 这个是科学家吗？在这里的你也是下水道的一员，很好，调查一下，这是什么鬼人？这是研究员千红啊，又是臭泥！哇，失败了，为了，这里开始会很吃力了，怎么办？有点吃力，这里的 Pokemon 会很吃力，打到有点吃力。先给他静电。Oh yay, nice. Charge. 不要中毒，拜托！不要中毒，很好，没有中毒。变小啊！变小，什么鬼垃圾招？回避率，它增加了回避率。Oh no， 它越变越小了，它变得好像微生物这么小了，你要我怎么打中它呢？嘎啦塞啊！我们试看用报恩 ，return。手臂还很讨厌我。报恩不能用了，报恩不能用了，没有打中谁佛了，这样的话我死定了。拜托打中一次好不好？我没有其他招了。他一直用 ground time move， 我的命中率一直下降，他的命中率一直，他的回避率一直增高，这样下去我会死定。报恩不能用，电击打不中。打中了 ，yes， 好棒棒，而且打不死，很好。它越变越小，拜托，电击，拜托，打中多一次，一次就好，打中多一次罢了嘛，很难咩？很好耶， yeah， 我们赢了 ，yes， 说必打赢了臭泥，好开心，哈哈。哇，这里的 trainer 是不是开玩笑？这里的 trainer， 啊妈的，我在这里找到一个穿冬绳，早知道不要买，跳不下去吗？你是脚残还是脑残？你跳不下去吗？这里有个，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是那另外一边下水道来不到的地方嘛？切你妹！这里可以用脚车，好棒！这里可以用脚车。哇，你千里眼啊，千里眼！因为在 Pokemon Black 2还有 Pokemon Diamond、Pokemon 系列的游戏里面，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是 fucking 盲啊，都是要很远才看，很近才看得到。可是这个是千里眼，不错，这个是千里眼，哈哈，百足蜈蚣。这里全部都是 poison type， 为什么全部都是 poison type？ 我们用寄生种子。虽然对他没有效，可是没有办法了，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哇，为什么这么痛的呢？
哇，命中妖害好棒啊！Pursuit， 没有关系的啦，我们有寄生种子会恢复我们的命，每回合一直固定恢复命。哇，原来没有 critical hit 是这么小绿的。我们直接用装级了，这样的话，直接用装级，不要中毒就好，不要给我撞到中毒。干你娘！我都叫你不要中毒了，你真的中毒了。哎，气死我了，真的是。瓦斯弹啊！哎呀，瓦斯弹交给我们的手臂算了。真的气死人了，气死我了。说必你不要再给我中毒啊，你再中毒的话我真的要打人了。命中率下降，报恩，直接给你死啦。Oh yeah， 19 level 的手臂。很好，打赢了你。坚强石头，很坚强的石头。哎，这是什么？哈，蓝碎片。What the hell？ 什么鬼东西？这家伙我打了没有的？这个东西我打了。然后下来这里。悠闲的这散步道上，摇摇晃晃的散步，今天会碰到什么样的精灵？